目前我们完成机器从生产小屏到变换为生产大屏，首先第一步精料。 气压线。 变大的系统切换一下。 在由小屏切换为大屏的时候，从这边一直到这里为止是不需要做任何调整。
它自己就升高了。 从小屏换到大屏的时候，从这一段一直到这一段，不用调节。好。好了，轴够了。